叫虾子，啦啦啦一堆，中午好，晚安。那我不喝换啊，换啥？头发颜色。我们才刚讨论完这个话题，为什么今天的样子有点不太讨喜？啊，他说，你相信你不会的，说的是饮料吗？
你们这么美，那不就是平常的我吗？我发现发现其实假睫毛真的差很多，一个眼睛变大，第二个变得有精神。可是我公眼想贴，我怕我唱到一半公眼掉一边怎么办。比平常漂亮，我猜就是头发。头发我新剪了一个刘海，新剪了一个八字刘海。衣服也这样子。那我不是一样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、晚上。我在玩吃鸡的时候，我家出现了蟑螂哎、第一次出现蟑螂，然后我就跟队友说怎么办？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打人，我们要去抢别人的空投，然后我该看哪里？我一边看蟑螂一边看一幕，然后队友就说看一幕，打八号床哦，有可能。然后后来我们打输，因为我一直。没有办法专心，我说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结果结束了，我想认真找他的时候，他也不见了，不大不小，中的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蟑螂，我一心只想打死他。我要开始反思，我是不是哪里不干净？为什么会引来蟑螂？先吃边聊这个，这有关系吗？这又不是什么。好的，你们不要吓我。今天眼妆好重，我今天眼妆画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眼线跟睫毛，就这样。然后你跟我说重，找不到他，你怎么办？蟑螂应该不是蟑螂，就是有食物的屑屑，可能没有清好。去买蟑螂药，你们怕蟑螂的吗？然后我的队友那时候就跟我说，你去养一只蜘蛛啊。我说我不知道兔子会不会帮我吃掉它，他说想太多了。我说你去买一只蜘蛛啊，然后看那个蟑螂药。关灯后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全黑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想外面？我不知道。怕蟑螂的举手。蟑螂屋好像是没什么用的。我会怕蟑螂，不会。这么就小一点的我不怕，但是中型的我就会怕。蛮严重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粘不到啊，那不是粘不到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叫我去养蜘蛛哎！我那时候我那个队友说，那你去养蜘蛛啊。然后我比起蟑螂，我更怕蜘蛛。想不到你也怕，真的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蟑螂。
跟蜘蛛，蜘蛛比蟑螂还可怕。真那个拉牙真的很可怕，真的。因为昨天是不是第一次，看到蟑螂，反正我都不怕，怕蟑螂身上的病菌，我也怕。蜘蛛可以抓人，这不是壁虎吗？蜘蛛是吃那种蟑螂的吧？一定是外面进来的，因为我们家外面就是水沟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蟑螂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我也是觉得好恶心，然后打死他们。我没有到很怕，不敢打。当然容易出啊。但太大了我不敢打，会飞的我不敢打。不过眼睛好迷人，谢谢啊。欢迎穿圣诞裙，绕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去跑步是吗？你怎么办法吃东西？吃东西跟嘴不冲突啊。当然要洗碗巾哦，我好像有听别人讲过。脚踩，我的天，我不行哦。我用脚踩真的不行。回到家了，欢迎回家，对不对？恭喜到家。你看小盒子啊，我有排号。不是椰子吧？不是椰子，爷爷吧？好啦，我给你。会飞的你怎么打？它飞到你脸上怎么办？我记得我有时候在小时候整理家里的一次啊，然后就看脚痒痒，然后往下一看，巨无霸蟑螂在我的腿上，然后我就跑了家里大概两三圈，然后我才看它被我甩掉。我发链接 ，OK OK。你怎么没事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手，就比如说工作完了，欢迎就是恭喜之类，我就太顺口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之前影片是有人说我自恋，我觉得中间吧，没有到太自恋。我们是女仆，你才是女仆嘞，谁跟你女仆？飞到脸上我真的会吵。哎，那你真的很勇哎，你真的很勇。他怎么直接拍死啊？不可能啊！我需要被打蟑螂的人，我开始想念我妈了。因为我妈每次都说不要去理他们了，不要杀生了。刚才收到 HRFS， 我也收到哦，各位。对，上礼拜五。你这么准的吗？妈妈和妹妹，妈妈怎么会怕蟑螂？妈妈不是一般不怕吗？我妈不怕，我妈什么都不怕。她也是会边说好恶心，然后一边把那个昆虫清掉的。
懒得，我觉得应该是懒得打，不会飞，真的。可是蟑螂跑很快，竟然会是……哦，你不要踩，我起鸡皮疙瘩，好恶心哦。这是 Subway 不是汉堡，我已经离不开洛梨鲜虾了。我现在点 Subway 我都吃这个。跑比我快吧，当然跑比我快吧，要不然记得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校门口好像在消毒清洁啊，这样，反正门口就一大堆蟑螂，死的活的都有，然后活的就跑来跑去，然后几乎每个人边尖叫边从大门口跳着出去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可是那种时候，就别人在害怕的时候，我反而不会害怕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之后等等，没事啦。哦，你们有看奥运吗？我没看。我今天那眼影银眼啦，银眼，谢谢。那边吃的店太多了，真的，门口全是蟑螂，爬来爬去。那他们跳出去是不是就换你了？没有啊，我还蛮淡定的。因为我觉得很多人，就是我不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就不太会怕。反正他也不可能爬到我们身上啊，吧？不知道。还放我们的狗狗。我发现很多那种，就是别的那种小影片，他们在乎的都是那个奥运选手的颜值啊什么的，谁谁谁很漂亮。Hello， 鸡冠亮。你想知道的心路历程，这啥新的？甩第二名快二十，差不多。来自信了，对，真的真的，我们的国歌是用演奏的啊。我牙看出来，谁不爱看帅哥，对不对？我是帅哥美女都爱看，美女看的是想要学习，帅哥看的就是看了。你的伯爵好哦，真的吗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用说，感觉是谢谢伯承的心路历程。是限定的吗？之前怎么没有看到过？酷哥，帅哥很多种风格啊！谢谢刘老师带你去冒险，哇哇哇！我说了别跑！谢谢刘老师。记得个寂寞。再学习一下，对对对对。刷一波六六六，流量大气大气，很帅那个。玩伯爵就是不一样。白马王子，志宏，你可以不要害流量人吗？大事大事！谢谢博成的心疼，只剩一个礼拜了。那你一份吧，赶快把我跟小迪送一送。刚才说不要送。你可以再一个手法，他那样子就要换名字了吧？这位姐真的几个零啊，个四百千万十万五十万
会犯错吗？50万啊！我的天，这样是台币多少啊？去马来西亚的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谢谢波特的直播的守护灵，大厨吧。别，各位别，千万别当伯爵，不要当伯爵，不要当伯爵，你要去休息 ，OK OK， 拜拜。我错了，没有挤到你的全身图，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等下再接一次。你昨天打这么好，大家不是都会说发高烧什么的吗？午汤午汤。哎呀，是我看破不说破，别说出来。不是6000，是60000。别把钱花在这里啊，各位。谢谢可乐网的枫叶。那么的眼睛因为有颜色，因为我的眼睛有一片海洋，所以是蓝色的，所以是蓝色的。对，然后你们怎么，就问你怎么突然多了很多孙子啊？你才不是小咖啊！我们这边没有再分大咖小咖，好不好？都是一家人。哦，第一次要10哦，哇，那你手滑真是太严重了吧？你老实说，你有没有被你老婆骂？阿拉克，看你什么事？今天也是，对，今天也是。现在哪里都一样重。人家是有时间去运动，什么叫做外面公园？很好看，有被骂。真的，我好看到。哎呀，要听老婆的话，你还叫哥住公园吗？不是，各位不要再误解他了。你就跟你自己解释，这个我帮不了你，我不知道你住哪里。第一次看默默直播，意外觉得有魅力。哦，你推谁啊？小王子，你推谁啊？哎，只是刚好来到我比较漂亮的一天而已。我今天平常不是长这样。怎么变长孙子？T 恤，然后吃东西，
吃东西这样，平常就是长这样。今天是想拍照，所以比较有化妆。可爱可美可你，先不要夸。我怎么吃这么久？往后输，都往后输。不知道你本来也是在吃的。对啊，怎么了吗？我又要拍照片了，不然我都没有照片可以发，我的天居家女友吗？我拍的照片不是都蛮居家的吗？那么你们看，我们官方的那个投出来的就好了，好像全真没截到，没有啊，我就说等一下就截就好了嘛。那种那可能要思考一下，杀伤力大，杀伤力大，我想想。对啊，我居家就是我直播那样子啊。我刚办会员，我知道你要，我真的，你刚办。你要投谁？看书的照片不居家吗？看书不居家吗？看书蛮居家，只是看书是看一下老弟昨天的文。老弟昨天是 po 自拍照。照片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发，是我站在，因为我自己拍爽，我躺在床上，然后假装玩手机，然后穿衬衫，然后露一边肩膀出来的照片。我原本想要发，我说好像不太能发，应该投你吧。卡拉米达，谢谢你的支持。然后是拍横的那种，然后有露一点点。鞋子，哎，我给你们看啊，我追给你们看啊。感觉不能发、啊。
我就给你看个照片而已。哇，谢谢流浪人，谢谢，太发了，搞什么呀？没有收到默默彩礼，对，这是直播的朋友限定的哦，我再考虑个几天，看要不要发。我觉得应该不会给发。嗯，是吗？要停止，各位停止！不要不要不要！直播限定，只有看直播的人可以看到的照片。听话乖，听话。不过原来有福利这样的，是的。今年难得看一次直播，结果就看到了，真的是。嗯，错过了就没有了，不打。不要闹。换什么布？换什么布？大家恭喜健健，健健没有看到，恭喜恭喜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没看到就是不该看，不该看。换老师前的剧，大家别想了啊！你觉得我去年的公演，你觉得换老师前后的公演有差吗？你觉得有吗？我反而觉得。换老师后的公演，老师对我们要求比较多哎。比较要求像我们像前辈他们一样那样子，有去了解每首歌背后真正的意义之类的。你觉得差在哪里？我当然觉得有差很多，就整个跳舞的跳唱跳的时候，那个唱这首歌的心态都不一样啊。今天你还闹的哦。你是粉丝吗？感觉有尝试些什么，只是还需要量。哦，对。对，练习的量，其实改变其实少一点，其他两组真的、哦，那是什么改变？不是有公布这个消息吗？是换营运。总经理，我们通常都叫老师嘛。剧组本来就比较整齐。你要确定哎，剧组本来就比较整齐。Hello， 勇哥。没事没事。
笨是小事。没有，不是我先说老师的好不好？是舅哥，不是我。不是我先说的，各位不要把锅甩到我身上，是舅哥。笨是小事，背叛是大事，背叛是大事。谢谢王子的枫叶。对，开始可以练习了。没事，你说了大家就会原谅你，你是老大。背叛什么？就背叛我啊。你在我这边耍笨完全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能背叛我。这啊，空空，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。Nice， 就看好你。吃饭才是大事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也不错。背叛是一首哦，有这个歌，我不知道。上天哪，你背叛。可以可以，你很厉害，真厉害。背叛你，背叛。搞不好我听过，只是我不知道他的歌名哦。萧敬腾，哇，这你都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害怕好像，为什么感觉？静静等一点，是这首吗？是首歌吗？那我知道哦。大概我大，大概我幼稚园。哦，那我就听过，只是我不知道，感觉你心虚。嗨傻子，十几年了，歌词感觉打点点点就是心虚啊，没有吗？你再不记歌名，我干嘛记歌名重要吗？歌词只要打上去就好了。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，不用背叛自己，完成你的期盼，把手放开不畏惧 say goodbye，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。五月天比较熟。就不停重啊，这首歌吗？为什么？他们是可爱，我可以说兼具吗？可以可爱，可以漂亮。我自己是觉得今天是漂亮。我下次直播给你来一个可爱，好不好？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如果是漂亮就开眼头，如果是可爱那就不开眼头。
院比较好。在不在紧紧相依的线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会让人疯狂的勇敢，盼自己沉溺的期盼，不为一句 say goodbye。 对，歌是背叛。你那时候结婚，我以为你们那时候都家庭不减肥。 OK 啊，不减肥可以哦，真的漂亮，可以啊，只要我想要，什么风格都可以。不是，只要你们喜欢，我什么风格都行，满足你们的需求啊。但可爱是，这样不就有了吗？马上可爱给你看，等我一下，看你们两个相片。女装不可爱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把那个眼头擦掉。他现在黑一块啦，都你们好了，你看，你看我把它擦掉了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艳了？先截图，可能你要接双马尾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接双马尾，不要接双马尾。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可以不接双马尾吗？可以不接吗？眼光闪烁，暧昧流动，闭上眼当作听说。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，没有什么不同，故作软弱撒娇。我们不接双马尾，我们接不接但接。哎，我昨天去染的时候啊，被你穿了眼妆，你不表示些什么？没有，我想说你们要看可爱，我就给你们看。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这个他不一样。却又再一次受伤。我这样问是因为，好哦，真的假的？你问了啥？你刚问了啥？你有没有上？没有，真的傻瓜。先截图给你们，等等啊，等等啊。看一下留言，又不确定在哪里啊？假如留在衣服上，你说头发的颜色吗？对啊，
们要结了吗？西门，那很有可能哦。我穿什么？我穿校服吗？各位，好了吗？我擦了。清楚很多。点头吗？那是皮吧。哦，不是哦，我之前就听他们那边讲，不是，我听他们那边讲，就是吃鸡有时候会紧张嘛，然后他们说吃口香糖可以不紧张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嚼了蛮久的口香糖，然后我现在咀嚼肌好像有点变大。我擦了之后，镜头再挤一次啦，把挤什么肉吗？这样吗？啊，就只能这样。真的是失恋。他们很好骗，我真的很好骗。先挤一下，哪里有松板肉？哪里？谁舍得骗？很多人都在骗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白色。可是我通常不会穿制服在外面走，我都穿运动服。制服实在太不舒服了。I feel time. Oh, what a time.做我的爱情，还想拥抱，想把锁做的钥匙，全世界才发现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谁骗过你？我忘了，反正很多。心脏的梦，好沉默。
我说不回来，我还是回来了。欢迎回来。这片还忘了，没事啊，反正不重要啊。骗我的人肯定不重要。突然喜欢上萌萌，我也喜欢你。其实你也骗过吧？骗人这件事情是互相的啊。这个人如果常常骗我，那我也会想要骗他一下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拉倒，太容易被撩了吧你？那就忘了吧。忘了忘了。走了走了，去哪？你要走去哪？能把错过的人哭。我们都骗你说你胖，其实你们从来没有骗我，我胖过了。你们都是骗我说我瘦了，说不走走掉的，跟说再见又回来的，当然是说不走走掉的才坏啊！骗，所以妈妈，你不要再说这些真话了。我现在才发现你的意思，因为他的扣子只有两格，然后这边就没有扣子，然后又太开。你会发现我 po IG， 因为他这件是那件裙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那件裙子，然后我那时候 IG 也是用这个夹，把这边太开了，不知道是设计师怎样生逼啊。怎么记得那么说会？我是说个性坏坏的，不是那种坏坏的，对不对？是杀伤力很大哈。谁什么杀伤力？应该是给你搭期待。对啊，但是我不是，还是很奇怪。好衣服哦！你们不要吵，不要吵！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但是坏的男人变多了，好的男人就被视为该珍惜的东西。像该老师，对，没错 ，Rook 说的对。就是这样，大家不要误会了，坏不是指的那个坏。设计好 OK 啊，不是，就算没有规定，我也不想要升 B 好吗？各位，你们以为我想吗？我不想，我没有很爱露，各位，因为少扣一个扣，我真的，我最大就接受到这边。你们是以为我很想露，只是因为哦公司规定，所以没办法露。没有，我不想，我可不想。我才19岁哎，你们要干嘛？一秒的想要吻你。好的，像我这样嘴巴老实，但是好哦，我知道，这世界男人不坏，坏啊，很坏啊，你没遇到吧？我光是知道男生朋友或者是我女生朋友的男朋友，一整个这个颜色真是。19岁，吴侬出去。17岁的妹妹要吗？你妹妹，你17岁啊？17岁很好啊，17岁可爱啊。
我也比较喜欢我自己十七岁的时候，十六还十七岁的时候。夸张，扣子都扣到太累了。看起来那期的620心耶，我都还好哦。有空修改，我不会封印，我妈会。好，叫我妈用。周丽和你要看对方对吗？你的氧气中身体里，你说拍抖音的时候吗？拍什么抖音？真的假的？不是啊，现在谁衣服破了还会想疯啊？十七，对啊，这边有十七岁的小朋友，你们不要再讲了，停了。傅一心是，我不知道。你们会觉得会裁缝的女生很有魅力吗？其实我也会一点点啦，只是我国中的时候什么社团课好像有学过一点，就是缝娃娃，就是缝然后塞棉花然后再继续缝这样。我稍微学过，我小时候还会自己缝袜子。如果没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是说现在谁会因为女生？对啊，这不是以前的年代，以前年代才会吧。衬衫的扣子会缝这个，我好像会，我记得我之前我妈教过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以前是学缝纫，就是她自己做那种拼布、包包之类的。加一哦，加一有点少哎，是会设计的。你是看到那个吧？我忘记哪一国了，反正一个很漂亮的女生。谁的美丽？方子，你15岁。Oh my god！ 弟弟啊，弟弟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弟弟！怎么应该有梦？有梦最怕痛。真的，看到了。啊！谁还在缝我脚趾？破了就直接丢了，一分就够了。OK， 破洞的袜子，他说成五指袜，很厉害哎。你今天5岁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袜子娃娃，不是啊，就是缝袜子的破洞。但是穿袜子不是拇指常常会破洞吗 ？OK， 勇哥吧。谁的努力？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境，一直走。大家比年，我也不知道，对，明明就是我年龄，哎，不对，王子年龄最小。嗨，萌萌，你疯儿子娃娃，儿子娃娃。去跟我妈说，去，不准说谎。哦，你说希望无穷，美梦成空，总要觉得一直走，是不是很多不同颜色的角膜变色？你为什么要讲角膜变色片？你就说你是不是有很多银眼就好了。很多啊，可是我都是戴月抛，所以我通常都是一个月戴完然后才会换下一副。然后我现在
我一次都买三副，那我假睫毛飞起来，反正就是我一次都买三副，然后一副都不便宜耶。这种我跟你讲，这种一副都不便宜。我忘记好像显灵奇推荐给我的日本卖家，哎，不是日本，就是代购那种。一定破千啊！一副差不多八九百，一次买三副好像快三千，两千到三千差不多。我都一次买三副。讲角膜变色片没有，感觉蠢蠢的。讲阴影好像比较好一点。陪我站了一天。红包来了，各位，拜拜！先跟你们拜拜，等一下就看不到你们留言了。感觉左眼有点绿色，错了，它本来就是它蓝绿的。你们看到，它两边都是蓝绿的。救命啊，各位！我左边的胶好像掉了，它现在狂飞起来。然后一大堆不认识的人要进来了，对啊，你看，我才会比自己更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。果断拔掉如何？不，我等一下拍照，哎，开玩笑。我们开工了吗？可以啊。开工了。我要离开我的床。好好的银眼为什么要弄？就是银眼啊。两个色很奇怪吗？不都是很多都这样？这银眼会不自觉的听，你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的。这银眼真的有这么不一样吗？我之前不是有戴过类似的？离开床难受啊，离开床不难受，那什么难受？好看，真的吗？又不是睫毛很重要，各位，睫毛很重要。我那天拍侧脸，然后我说我都没修图，眼睛怎么那么大？然后我才发现假睫毛会让眼睛放大很多。这么常戴一个眼睛会不会很干？会啊，可是我不常戴，我一个礼拜才戴两三次。梦幻颜色，真的难受。上次很晕，就这个很晕，什么很晕？上海的发照片没问题，您尽情发。我看你会把它粘个胶粘回去。啊，不然它飞在这边，我好难受。我都盯着眼睛，我都盯着我的睫毛看，所以睫毛重要。交了，突然跑出一堆人 ，Hello， 一堆人。这边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红包君，很重要，为了避免眼神跑掉。我刚刚才发现，博维没爱了，一堆人，真的有一堆人呢。有人叫一堆人吗？小弟孤陋寡闻，很多好不好？很多这种营业，
你也接受。发现这边的睫毛是不翘的。不会吧？好哦，我前面在睡觉。OK， 喂，刚才我重新给你们介绍一次，第一层蓝色的看不太出来，没关系。第二层灰色的看出来了吧？第三层是紫色，好了吗？懂了吗？懂不懂？人家很害羞不敢，嗯，说嘎。今天要不要剪？六点半。好了，月底就考完试了 ，nice 哎、欸！他那天我们那个。送星直播他也有来，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今天是不是特别近？有吗？有特别近吗？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我终于看到想都开花，固定锅，对，谢谢妈妈。妈妈，对，有染头发，有漂，有漂，我漂，哎，我预计，我昨天预计本来四个小时，结果做了七个小时，真谢谢，超久，谢谢，是啥？有一种女神的感觉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大概第二个礼拜就变灰色，对。秋萍也太可爱了吧！我飞太远了吗？一人七个小时，真的七个小时，我真有算，我是。对。我是两点半去的，然后大概九点半结束。再找机会跟宝似的。都是小队，我屁股超痛，超痛。真的很久，你们不要小看漂头发，真的有够久。结束什么？染头发、啊。因为一开始去可能就先修个头发，修修东修修西修修，然后开始把之前的颜色漂掉。因为我的头发颜色比较黑，所以漂比较久一点。我应该染头发的时候直播、哦，不然多无聊啊！真的是，让我起来没有？他有说可以活动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要走去哪里，就有点尴尬，我就不敢动。而且你知道，主要是我那时候两点半嘛，啊，你们知道我睡吃到差不多一点，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没吃，直接去了，不吃不喝就这样坐了超久。手机会坏掉吧？手机为什么坏掉？啊，你说直播吗？哦，对，也没有充电。染头发不是都这么久？对啊，可是我之前才四五个小时，那是用七个小时哎，因为他后面有其他客人，我怀疑他把我放在那边放很久。
那看在他跟我合作的份上，不跟他计较。阿喜。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不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，熟悉的安全感。分享热汤，我们俩只汤只一个碗，做心房温暖的好饱满。偶像不给吗？我哪有骂脏话？哦，阿喜是他的名字，阿喜，他叫阿，然后喜欢的那个喜。他的名字叫大儿科吧。我一开始是因为有点怕痛，所以我不敢染枕头。可是我现在后悔了，我想染枕头。大概漂两次左右。如果你头发偏，我头发可粗了，可粗了。不是软细软发，我是硬的发质。人家会入镜吧？我不是有 po 过他吗？我等我之后，我再 po 现实动态给你们看。你们可以去找他弄头发啊，应该会有打折，应该会有。晒过天南都觉得有希望。他好像蛮会用男生的头发的，我建议你各位都去给他染。染头发不是的，对不起，男生染应该蛮快的啊，一堆本顿啊，跟我们也洗头发没有完全没有关系。有些店家没有，我本来想说要吃东西，可是我不太想脱口罩，因为他店里很还有其他客人，我不敢在那种情况下吃东西。会七点以后播吗？每天的时间不太一样，现在不再是二四，每天的时间会有点小调动，跟着我练习的时间一起调动，就找我有空的时间播。染整颗头，其实疫情之前的直播也是这么多的。对，疫情前后直播时间没有差。报上我的名字，会给折扣的。打到骨折吗？是不会打到骨折。更好。去了一样被放置，没有啦，是我他们才放置我的啦。他不太理我，没有了。就瘦了就染，我是李梦辰介绍来的。虽然说这个法拉那个人，你就算了，我记得你是平头吧？抱我，谢谢。默默觉得男生染什么？我觉得男生染什么颜色都好看、欸，红色。蓝色其实很看很吃人啊，看你这个人自己适合什么颜色。对，抱我可以打折。就他说嘛，不会哭哦，我们都已经合作那么多次。你帮我拍，帮我先，你去买假发比较快。抱。阿喜，好过分哦！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找谁？”你说：“我找阿喜。”什么？不是抱我，你们真的。真的懒得跟你们说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多懒吗？扛个屁！你们真的很糟糕哎，皮肤白的可以，其实蓝色还蛮显白的，红色也很显白，各位。紫色我是觉得男生比较染，我觉得男生染紫色有点 gay， 除非你长得很帅。
就是长得帅才想给，等一下吧。嗯，叫阿喜。他怕吗？那那。男生要抱几次吗？明一就一次啊？为什么什么叫抱几次？今天可以多播点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做不到。学成这样 P 来 P 去，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软紫，紫色。紫色真的好像还好，那我应该可以。你是 gay 啊？啊，不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很棒，很棒。白色，白色很吃人，我跟你讲，超吃人的。大家问题，一日见一整形，很瘦骨感的才搭是吗？也有人染紫色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在疯狂的等死的那个有否西，他不是染过紫色吗？超喜欢 gay 的男生，欸，我也喜欢 gay， 我觉得 gay 超好聊，超好聊，很跟我符合。讲完用，你一直都骗，没有啊，我是学程思雅的，没错，我平常不这样讲话的，我是看他看太多，我才被传染，对。一开始以为某某超高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寒假时好像聊过这段，有点忘了。超轻盈，超强，对啊，所以才会你一直在那边闹我啊，你才会一直在那边欺负我啊。每天开直播就是被你们欺负，还能干嘛？不想开了啦，哼。上改口，没有，我真的不常讲什么什么个屁，是一开始的印象。再欺负你所有人，对啊，把开，把开始直接拿去打自己多好。可是现在就改观了，不是啊？你不是说你才15岁吗？你哪来学这么多东西？你怎么还会来看直播？哎，我一直很不懂，为什么15岁的小孩会来看直播？哎，还是你骗我？你不是15岁？谁欺负？报我名字？报你名字干嘛？某某跟平安一样傲娇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你谁敢欺负你？你自己出去吧，乌诺。你欺负我，还好。原来超亲民的。对嘛？对啊，你啊，王子。人家13岁，这个不一样。可是下载 Long Life，Long Life 感觉就不太像是小孩会看的直播。是吗？那我15岁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大家想知道小孩会看，我顶多就觉得是游戏直播，就这样。眼泪是谁的憔悴，洒满你的心碎。不务正业，他们的正业是什么？谁可以跟我讲一下？然后都是长大后，对啊，是为了 TTP 下的，真的、啊，谢谢新话。
我是妈妈100块啊，这样子、啊，我都喜欢做一些大啊、哦、学习嘛。你应该在甄选吧？没有，我甄选的时候16岁。3年了，后悔。不要，就不要，不要先不要提错这些敏感的东西。没有实现。高一应该可以看直播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15要差不多。我一直看 TTP， 了解。3年了。别提，别提，这人眼一直不自觉往眼睛看。那么读什么高中啊？庄敬啊，3年能让你回想到什么？回想蛮多的，因为这3年就刚好是我高中的3年呢、啊。不要，就刚好是我高中啊！我高中真的很多回忆。粉色，对，粉色银眼，有什么好不要的？内心有所遗憾。我还不会退，我也觉得我太小，我都还不敢出道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各位，你们好夸张啊！你们太夸张了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？我应该那边安妞还是要米安？没有，邓小雨是在我们高二的时候才来的。还记得高一真的是地狱，高一真的是地狱，完全就是地狱。刚才被压榨的回忆，我简直不敢想起来。我想起来，但还在瑟瑟发抖，每天都被骂，不敢去学校，不敢去公假。像是每天都被骂，就很少很少会被夸，真的。怎么了？谁讲了什么？我真没有演，你们不知道那些学姐有多可怕。我不是小孩，我不是。然后没有可怕的不是老师，是学姐。好像有一次我惹学姐生气，忘记什么，反正就要去公假。然后因为老师，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那边在考试，然后我跟学姐说，我第一节考完就过去。结果我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换我，然后老师就说不行，然后就只好等到那个时间到再去。结果我拖到第二节才去公假，然后我就进去教室，然后我不敢跟学姐讲话，因为学姐的表情超可怕，他们都讲。然后我就跑去旁边，然后跟我们同届的讲话，然后他学姐把我抓过去嘛，他说为什么不跟我们说？
你现在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然后我就有点骂哭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他就把我们体能，然后他带着我们坐，然后我直接坐到站不起来，坐了两节课的体能，我直接站不起来，我整个身体都在抖，就是我一直眼眶泛泪，然后身体一直抖一抖，可是超累的。你要跟他说，这个世界是实力说话。然后等到我三年级，老师说不准有学长学姐制，我说好。我们这一届真的很惨。好吗？回忆自己的话，没办法，我们因为其实我们那届已经还好了，听说之前那一届更可怕。送我好吗？那体能有变好吗？高中的时候体能一级棒，好不好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，每天被罚。帮忙减肥，对啊，当然忍啊！你不听学姐的话，被学校传开，你就变成那种自大的学妹，不把学姐放在眼里的学妹。对，等我们当学姐说，要是再让我听到有学妹告状，说你们家门做体能就完了，然后来都是我们带着学妹做，就死也要他们做，我们自己跟着做。现在体能是 PUBG 走，没有没有，就是手边的那个筋要争取一点。那默默当初为什么会来？他来我们学校，然后那个是说，他那个时候没有说有兴趣的去，他就把我们全部都叫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叫我们填表单，然后一个一个去试，然后来就跟一群人说，哦，好啊，我们来甄选看看，然后就一甄二甄三甄四甄，然后这样甄上来了。骄傲的眼光，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，有些坚持却永远忘不掉。那体重也一直真的是误打误撞，我是几天用手机玩，真的无法。我也不是用手机玩，我是用平板，我也没有办法用手机玩。为什么想当女王？那我念排名哦，谢谢当时参加甄选的，也谢谢你们。第十名可乐王，第九名勇哥，第八名 L， 第七名 Bubba， 第六名渐渐，第五名小王子，第四名阿努纳奇，第三名博成，第二名志宏，第一名牛人。谢谢大家。平板也是，就平板久了就习惯，真的久了习惯着，因为你们谢谢我加入啊，我谢谢你们陪伴，互相嘛。期待等等等等，我等等才不会发，发他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谢谢我，为什么就变成你的爱了？大家辛苦了，好好吃饭啊。不会不会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哎，这首歌被暧昧吗？拜拜，辛苦了。